腿呀、啊，这是没有办法，这是没有，那我头很冷。慢慢走啦，你赶什么时间啊？谁在哭啊？粉红帽，粉红帽在哭，在哭了啊！粉红帽帽在哭哭。是，你想玩了吗？一边哭，然后一边要抱吗？往大人那边跑去。真话好来了，哦，很混耶，两点十二点半了，还谁啊，都是我在混。走啊，走啊，走，现在走。
鞋卡到我的脚，卡到我的脚。哦，刚刚车子卡车子卡到我的脚的后面。啊，看不到了。啊，你说路哦？嗯。小朋友，那是好像台湾人，小朋友哭的。嗯。小朋友对啊，是啊，爸爸说，是啊，我天气就好了。那好天气不是更糟吗？不管天气好不好，妈妈就跟他说，他你自己不想滑，就叫我们大家都不要滑吗？还在哭吗？这样子也可以哦。什么意思？我说他也很认真的在练习。嗯，他用正确的重心在滑。那么冷哦。这是 park 吗？嗯。哇，动不了啊。真的。哎、欸，很冷哎、欸，很冷哎、欸。那刚才跟姐姐说还好。奥迪，奥托，奥托，好危险哦。是哎、欸，你要去吗？好危险。不要。嗯，那个是强迫你跳的，然后又看不到。哇！看一下突破。哦，有一点点啊，你有一点点死。下车。因为我们突破是不是？我的有没有有在烦了？也开始了。哦。而且你那是插电吗？好，插还是有实力。那里四个人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！啊、这里一路就咚一咚一咚下去就、啊，你说正的、哦，一路咚下去啊！你要我跟在你后面吗？不用，倒是不用。你不看路，我会很紧张。啊，这条路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滑到山上。我说你滑的时候太弯了，别人会后面冲过去，我看到了，别人可能没有那种人，他有办法这样。好像领带的，嗯，好大块，嗯，啊，我们后上面那台没坐，不坐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坐，好像看不到路哎、欸，会不会危险？我不觉得他看不清楚路了吗？更没声音，都没声音。
挺狠的。你早上了？有点黏住。哦，你也是。这个我比较惊讶，我觉得啊，明天就会更热一点。很松欸，觉得超松的，松松松。躺下去很舒服，但是很难起来，超难起来的。
在跳吗？有啊。有点小喘气。但我觉得我是大腿会酸的、欸。
没有，你没有注意到。有啊。嗯，就不用了。哦，好，我手很冰耶，不要把手套戴起来啊，很容易。偏黑的、啊，大概就有点窄。所以你刚才意思是说，我们三点缺告，缺告后你想坐车去就好像很窄，然后买买东西，然后买买这样。可以这样。哦，可以这样。有那么好，有那么顺的接驳车吗？反正那个门口就有那个跟我的地址一模一样的。有这么顺？就是待个下一班，整个个十五二十分钟就有了。类似的。对哦。等下这边东西搬完以后再瞄一眼。嗯。但是，不过我猜那些车都是吃饭前才有。对啊，我怕都没晚一点没车，或是半季拉大，不然是很近啊，是没差。不然就变成坐那个铁桶的。什么叫别要钱的？不用钱的。为什么会有不用钱的？哎、欸，我手开始，我手开始发烫，超烫。超烫。嗯，超热哦，我手是超热，你要摸摸看啊。不用。因为自己在热哦，超烫哦，要烫哦。可以强调。很烫哎、欸，我手烫。其他太烫是怎样？好，这样带回来大马上瞬间就冷掉了。因为手指那个里面是感觉湿湿湿湿的，所以感觉小叮当模式的。
也没什么事啊，就只是小慌张而已。这条路就是感觉比较像滑雪。那不然之前在干嘛？之前是在咚一咚一咚啊，我是说这比较像是在雪道上。小叮当，那这次又滑下呆呆，但是要去最顶端只能坐这一趟，坐右边那一趟要退。还好，手比较适应了。对，台湾人是三个人一起。啊，那三个？我只有黑衣服、绿裤子啊。啊？谁？黑衣服、绿裤子就是问我们是台湾人。哦。你都不理人家，好像我回的。我好像有说是啊，然后就没了。我以为你没有回。我有回啊。26 free， 虽然我不是住这，我26 free， 我们还可以去来滑越滑，但是我没有要滑越滑，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票怎么样，很划算啊。
个牌子立入禁止，然后快要被禁烟。下来的时候，我刚这样子沉着过去，左侧有一条线挡住。有吗？没有看到、啊。我没有看到，我只有看到立入禁止的牌子快被淹没了。是旁边有线。有线。对，我一开始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看不到路了。那个地方前面一点点，那一条那个留下来那个。想那个呆到底是因为我已经呆到快到学到了才呆那么深，可是其实那个方法就可以高度就弹回来了，对，很深的地方。这上面没有，这个还是你现在
觉得被雪埋住，所以还好。看还要摔一次，就要在里面挣扎很久了。这样才有都滑到齁。
怀疑他要误会。现在光变小。好像哦，雪变小了。看一下包括你这个雪在那上面。然后你上面的是水还是冰？是水欸。你越擦越脏，你再擦干净。你不行，你还再擦一次。为什么？它已经热到会融化。风不够强。你再擦一次，你再擦，对，镜头上都是水。怎么有都是？因为你刚刚把机身上手腕那边的水抹到右边去了。你刚刚机身上有，我不知道那是冰还是水，一抹就发现那是水。嗯。为什么那么穿？好累啊！因为在拖呀。推好累啊！我在想会不会又变成那个，像我们的王子不小心进入了那个我们以前玩的，我以前玩喜欢的，结果后来变馒头去，然后又快要摔死了。是还可以，哪有我就快摔死了。没摔。就已经蹲到超低了。蹲低很安全。就差点呼下去，是意志力说不要摔。起来的评价，我觉得如果没有很大的雪的话，我们呆呆兔的那个应该是不错的练习道红线。这边看得到馒头，看不大到。下面有隐形的馒头吗？有，眼睛又看不清楚。难道这边不准往这边滑吗？我是说这边下来的话没有人往那边接的，然后你看那边的雪多少度，30公分，不行，因为它掉下来，它这里这个是一个平的壁，它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掉下来。重点是它都叫大家往右滑，所以就只能回到那个缆车站探险一下。可以，但来不及牵了，就是被闪呼完了，但是可能下面是暗藏危机，他只是没压过去而已。就一路打一打一打，这太陡了吧，不能打。只有上半部陡啊，下半部还好吧。那你说他下半部跟那边往那个往这边走，左半部好像比较有人弄，右半部。图好像是偏这边欸，然后大家就躲开这边。对啊，隐形馒头大家都躲开，觉得乱乱的。远远看觉得它很陡，在它旁边觉得还好，但是不知道它里面有多深。
血很乱。我觉得右边应该是被风吹偏的吧。这个大雪橇，这一颗，嗯，是吗？不知道是硬的还是软的。大一颗，奇怪。又想看我们的，那装置力都起来了。那真的很松啊。对啊，这现在也很松。有人出现了，看他，好像兔子一样。对，是反换反的兔子，左右兔子，好奇怪哦，好深啊！哦，这里天气好的时候有三十公分，嗯，上半部一定要跳跳跳跳跳。就这样一路待过来，待到哪再说。所谓的迂回路也就这样过去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开？还是说它的迂回路是走后面？我以为就是这样啊。如果是横的这样，感觉难度跟这里差不多，我觉得。感觉到太阳出来，觉得好像天变亮。我怀疑他在偷晒我，但是却看不到。嗯，但是好亮，好清楚哦。嗯。那个人是从哪来的、啊？没有痕迹呢。你说他一路待过来也要有个痕迹啊。啊，太阳在哪？看到。好亮。他从哪里来的？说明他滑这边。不是一条路，是那个岔，斜斜岔的，但是那里不是让你过得去的。这个，这个有什么？后面还有人，人家先，人家先。当然给人家先，给人家先。先偷看他们，他走了，而且跑去左边端了。那个在左边那边，他端走了。然后后面的人端走。太深了吧？所以真的要在那边端。我没有要啊。怎么滑？这两个也进去上来。又要进去啊？
深了吧。这个地形的跳就会让我们跳了哎、欸。这里是20-30公分的。太深了，受不了。对啊，直接下山了。我哪敢端啊？端啊，会比较慢。危险啊！
学生来的吗？这是教授，不是，这是教练。对啊。得到的资讯是在这里动的比那边深，很深，然后因为很深，所以，所以这两个人，我好像走了，还没走，阿贝走了，然后两个人也走了，还在这，两个人还在这，阿贝走了，哎，我觉得真的值得动一下，哪来那么大的勇气的？刚下半部我是啊，因为下半部端完了就会到那个 lift 的旁边，所以我就是安全的。所以我只是没站好吗？你就只是想停下来。你要是没有停下来的话，就撑一下也会过，是就就停下来。我说我刚才有筛选，我倒下去。
候风超大的、啊，我们底下拍照很舒服。我拍的时候还 OK 的。不怕冷的，他解说往左走。对啊，我刚刚也有走这边啊，我忘了往这边转弯。知道这个的，过了下这个缆车下面，往走右边那条路就可以到三号缆车了。哪里有右边那条路？这个好像知道，就是下面那条路就往左边右边啊。嗯。回三号缆车前面那条路。哦。对。山呢、欸？那个山现在才露出，是哈、哦。回头。好了。好。你要吗？我、哦、不要。哎、欸，帮你闪开，让你拍。哦。闪开了吗？因为我还没拍啊。我还要拍。左边还有。左边还有。好吧，你要拍吗？哎、欸，我怕、啊。你，我说你人。有啊，我跟在后面。那乌鸦不怕人、欸。
哎、欸，抽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抽不到。怕你先。哦，先。小心啊，thank you.
错。脚痛了，我不能玩这个了，我脚会痛。你还要在我在这里等你，我脚很痛哎、欸，左脚跟很痛。去那里当，那里轻松就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今天大蓝天哎、欸，好热哦。等下我刚这里会比较热，花力气。嗯。啊？跳起来。
前面两个车跟上一台觉得差超远，还是时间？真的差一点。好帅啊！好帅！这种是晚上可以收起来的那种，因为它有变速轮。但是。刚看缆车站没有看到那个另外一个古道的那种，我看他不会真的上。所以啊，我觉得下次我要雪季的时候抽那个。我记得那个雪场啊，那也不是抽的、啊，那是用买的。你怎么不是抽的？哦，那是明白的。那对面那个很明显，那也应该也是滑雪场，在哪里？方向我想想，这种方向是南边，神力高原。初级者的要吗？啊，要吗？真的很绿，趁现在你赶快，你先。我走了。哦。先冲上去。Thank you.
季节是什么样？对，它就是自己买的话，自己买它还是送钱，还是送检票，还是只有？那个都被盖住了，其实就是松松。你有刮到过它的馒头过？有硬的部分。对啊，我刮到三四次，不过也还好。因为真正要刮到的时候，我速度也挺慢的，就是用。啊，我几乎都是横着走啊，所以根本就还好。是啊。对啊，蓝天呢、欸？现在这个寒流是走了吗？说到了。但是现在完全不像了。他是说24/25，不是说2526。昨天晚上对不对？他是说昨天晚上。听说是说明天还会下雪。全是跑掉了。他冒的很大，是希望大家很警戒，还是说只是观众不严重，其实连这样都很严重？是啊，我那个 po 什么？我说京都的脱不开，他就说他就在那个地方已经第几天了啊，困在那里了。没有公车，没有火车，计程车也不会来载。是哦，因为对计程车来讲做这样不划算，而且可能会有危险。不是什么地方都像北海道一样要出警就出警。哦，你说大家心里没准备。对，车要来载你，那也要那条路可以走。他没有出警的话，买单。唯一的好处就是，好像东西都干干的。冷归冷，但是是干的。过货，我过货正常啊。嗯，完全。有在动吗？有啊。但我听到他哔哔，可能是别人吗？嗯，可能是别人。我。这个勾货就是壳跟勾货中间的缝隙里面有结冰。嗯。要不要弄掉？不用了。结冰就结冰。所以奶就变成水了。怎么办？在 Clark 那边把地放拿出来，
接着把鞋子换好，先把鞋子换好再去领，先穿了他的拖鞋再去领。哦，你觉得呢？这也要舒服？没有没有，那先穿了他的拖鞋，那不如就确定把鞋放到房间里。因为我刚刚说了怎么办的意思是说，哦，你说又要拿很多东西？对啊，总不是可以把它装回箱子里，但是这样子鞋子可能就滴水，那不如先把鞋子拿回房间放。还有板子啊？鞋子跟板子？对啊，鞋子跟板子。在柜台的地方放吗？跟板子，板子就立在那，然后领了袋子之后，把板子放在袋子。不要啊，就湿湿的没，我要那就要干的啊。板子湿湿的没关系，鞋子湿湿的就换。我都不要没，我都那我就都想要拎到房间去。好吧，那就分两次了。先把板子放在架子上，然后鞋子叠一叠，叠一下吧。板子直接放回去，叠下去里穿上去。这样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应该要板子跟鞋子一起拿到。没有办法，应该可以啊，就拎那个抱着板子，再拎个鞋子。有办法，我分两次，一次。那还是跳跳兔吧。更清楚了，就是我的相机坏了，开启了那个所谓的像汤泽高原的，在云雾之中。嗯，我今天的跳跳兔路线。拍不到蓝天，好像不知道回去会不会看见上蓝天。右上角是。好，你先。After you。我这次朝下路好。啊、不是我用力错误哦，我大腿超酸的。
酸。还有就是松一下，你要是习惯松一下，因为我们学 speed 啊，一开始学这样刹车之后，很容易就是觉得脚就是黏在地上，拉不起来。但是不管是转反、转弯或什么，都是要会释放背景的那种动作。所以你这样子跳跳跳，就是现在虽然好像没有怎么样，但是。等你习惯那个之后呢，搞不好之后你就突然间就会长板，烧的那一下可以长板。嗯，没办法，啊，没有那么天才，没有那么天才。停下来？没有啊，还是直下，左右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但是刹太多了。不是，反正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啊，是这样而已。听我的。学会这个的话，就可以让在这个地方。那边，所以我说现在这个缓的地方，我先练习学会啊。嗯。我在那边，我只敢侧滑跳跳跳，我不敢一边跳一边这样，有点像是小转跳这样。我有点
我等到太阳过了，我把头发拉下来。哦，舒服舒服。哦，手很冰，手很冰。我上面是乱滑哦，上面没办法跳啊。还要错脚，就没事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还要继续？还可以啊。
一大堆粉这样。这个完美的达到不能到的状态，大约五公分。给我硬上，没有啊，K我的头，没有K啊，有啊，就K到我头上，就扣了一下，那个、啊、那个是篝火，待在我的头上。现在到底是下雪还是雪在吹起来？嗯，下，雨量很少。哦，走呀，有一股风了，好大。给点给他下来，
的？两个都拖。那多远？多远？我下来了。我大概知道。我下来帮你。是好冰哦。你怎么？我没有看到你怎么还在慢慢练习我的点杖的。哦，那要去帮你擦板子啊？不用。就放盐去踩啊。我要去帮你找啊。我来找就好了。只是觉得。喂，那这样子。这个地方好冰，而且有两只脚同时。为什么你怎么突然发现？这样一起拖板，两只脚一起跑，超级，你知道吗？哼。小腿痛。我。有那么近吗？没有。啊？啊，快了，快了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了吗？对啊，找到了。嗯？哪有？这是冰的。啊，是啊。多远拖的啊？要去多深啊？好了，对。对啊，这要去多深？你是没有平衡好哟、哦，你不要把它踩下去了啦。没有啊，在这里，这里。哪里？这是。好。这是。没有平衡好，对啊。啊？对啊。第二根找到了，对啊，断在一起，七八，然后你离蛮远的，你的人飞出去蛮远的，真的、啊，你都去，就一起拖，然后两只脚一起抽筋，拖的那一瞬间要用力一下，然后就两只脚一起抽筋，真的趴下的时候我就觉得，你的小腿抽筋好痛，而且趴下不动，你满脸都是血了，过来我也拍一下。我不动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小腿好痛哦，这样。过来的，连脸上都是。没关系，这不用。这个你不动会进去。不会进去。然后那么深。然后你那个给我过来一下，你那个歪头歪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管。里面都是血呢。没关系了。哦，我回头你就已经趴在那了。我在做我的点杖哎，我认真在练习。对啊。而且你动也不动，我以为你摔死了。哪有？我是那时候觉得哇，小腿很痛。好像也是玩得太高兴的时候就会摔倒。嗯。不是，因为这个地方跟那个，就是不够进去，然后左脚低右脚高，然后我就很想说，这样子带不进去，我要用力拐进去，进不去。
蛮多种。
不知道找多远。到某个地方，然后前面没有东西，它反而会滑倒，因为它是从下。到不了，这种走的就算了。我就想说，还是要再滑一次一号，然后就会走比较近。那走去一号就累死了。现在在待啊，也不行。啊，人生注定是。对啊。结局今日还是两个家的事情。为什么结局？你有偷偷多用力？也不是用力，应该是那一瞬间的话。
啊？
好。